今晚的月色真美啊。然后呢？以后我们结婚了，不一定要住在市里，我们可以搬到离市里远一点的地方，盖一个小房子，把咱爸也接管。咱爸住一楼，我们住二楼，咱爸想干什么都行。不是我说你，你想的也太多了吧？你下手能不能不要那么重？你能不能轻一点，温柔？林林今天好多了，天气也很好。他说想去郊游，想要你陪他去。找不到我吗？追不追着少年？抓到你了？找不到我，追不到我。来了，抓到了！啊，跑起来了！在这边，在这边。这事就过去了是吗？你知道这照片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？就是一照片嘛，又不是一照。你这是干嘛呀？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敢打我你？这狗东西，打我受够你了！你敢碰我头发？身为邻居，不值得相互忍让。大半夜的在家里斗殴，影响他人，你们不嫌丢人吗？对不起。行了，打电话通知家属来领人吧。你那个闺蜜一直没回电话。你还有其他朋友吗？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派出所。昨天晚上你干嘛了？我昨天在家啊，睡得很早啊。不算很早吧？怎么了？没事。哎，你说今年古桥过生日，我该怎么帮他庆祝啊？今年给他来点反套路。哥哥就没跟你提起过我吗？你指哪方面？王美，晚上有时间吗？我不行，我上周就约人了。夏梦，你有空吗？我要去相亲。喂，灿灿，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吃饭。看来范范要陪男朋友了。晚上有事儿吗？一起吃个饭。今天不行，今天晚上我约了客户。还没下班啊？正好晚上陪我去见客户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但是有你作伴，耐心地听我把苦诉个没了没完，和你不用隐瞒，和你无话不谈。顾乔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在你心里，我除了是玲玲的爸爸和 GK 的老板，还有其他的吗？顾乔，我希望你应该用理性去战胜感性。顾小姐，你跟熊总什么时候？我早就想问了，你要是嫁给了熊总，那岂不是什么都不用愁了？我也觉得他还不错，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。嫁什么样的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姐，姐，姐，你下班了，我等你一起吃饭呢。哥，你跟我姐认识多久了？大概有半年多了吧。哦，难怪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投缘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们两个还挺有夫妻相的。姑娘，你给我出来。我不就是想帮你还债吗？
姐，你再借我10万，等我把这事解决了，生意做大了，你就不用这么辛苦工作了。我没钱。顾先生，我们熊总还在开会，您在这边稍微等他一会儿。你是不是找熊启明借钱了？没有，我怎么可能跟他借钱呢？你快回去工作吧，我还赶车呢。谷亮，姐，你干嘛？谷亮，你打开给我看看。姐，你别这样。谷亮，你放手。这是我弟弟管你借的钱，你数数看，如果少了的话，我再补给你。顾秋，你别跟我算这么清楚，我只想帮你而已。熊总，你，我是请假出来的，我还要回公司，不好意思。顾乔，直到今天，我依然觉得熊启明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，但是我觉得他对你是真心的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知道你已经喜欢上他了。所以我在你心里不只是 GK 的老板和玲玲的爸爸，是吗？姐，问问他要干什么。喂。哎，袁哥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抑郁症。我上网查了，这叫微笑型抑郁症。你不是认识一个朋友是医生吗？带他去检查检查呗。对呀，一查不就查出来了吗？这是某大牌洗面奶和沐浴露的成分对比，而下面这个呢，是抗衰系列的乳液和高端身体乳的成分对比。古乔，你的意思是把洗面奶的成分稍加调整，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研发到测试的阶段？没错。古乔，说实话，我很认可你这个方案。但是最近啊，集团高层变动较大。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。就是你上次也见过的那位郑衍熙，他之前呢跟陈总有过合作。我没有。先休息一下。我真没事。然后再把合同签了。我真的是没有，我还是回家吧。衍熙，这个呢是签合同必要流程。开门。陈世文，你再这样我报警了。开门。熊总，戴文打算通过 GK 收购舒美，您为什么不想办法抓住这次机会呢？如果你能说服富梅把舒美卖给我们，我们宝来集团旗下所有的子品牌，未来3年亚太区所有的广告，我都交给你们 GK 来接。你刚刚给我的条件真的是很吸引人，但是我有我的为难。光吃药有什么用啊？你还是得去看医生，让医生给你一个合适的治疗方案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普通的维生素，对身体有益的，来一颗啊。什么意思？我喜欢袁哥，我想跟他在一起。你们什么时候分手啊？好，我承认抑郁症是装的，可是我跟袁哥就是普通的朋友。如果你真的特别贪心的话，好，我可以从你们的世界里消失，甚至我可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行了，杜炳文，你别再逼他了。哎，等，你不是要吃药吗？吃，有本事把这一瓶都吃了。孙斌，你别，你让他吃。你放开我。哇、来，让一让。老婆，先接住。放心了，到医院了。坚持住。放心吧。我的天，真厉害。不是你骗他出来的吗？不是你逼他的吗？你不逼他，他能自杀呀？也是，他不光演技好，他还能把自己的命给玩进去，我服了。换我做不到，咱俩也差不多得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分手。我把炳文呢派去国外，帮我跟进那个 Lisa 的事情，所以炳文出国了。是啊，他没有告诉你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杜炳文这个人呢？太孩子气，很幼稚。你呢？
沉稳又内敛。有没有种可能，你们根本就不合适啊？